有人请吃臭豆腐，然后就我就超想吃的，然后大家全部也都有吃，他就死不让我吃。我说你不准吃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在约定里面饰演的是，养生素食馆的店长严兆刚。然后剧中他的形象就是比较温暖，然后照顾别人。因为金工就在我店的旁边，所以他们三不五时会来我店里面吃饭。然后在里面设定是我很常请他们吃免费的饭，他们只要没钱什么就会来我店里吃饭这样。其实他有一点腹黑，就是会有一些小小小的进攻的动作，但是不明显。我在《约定癌度》里面饰演的是吴思琪，那他是一个新鲜人，很菜，然后没有谈过恋爱，母胎单身，很天真，很傻，很可爱，很爱动物，然后。我常常去他店里面蹭饭，吃一些免钱的饭，然后赖在人家家里面走。不一样的地方最大应该是年纪，在剧中是32岁，然后我本人是26，所以这年纪差会有点难度。然后我觉得，我就看好多32岁左右的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啊，然后生活步调，然后去做功课这样子。比较一样的应该是。比较少话沉默吧，对，不会有太大的情绪反应。我的话其实差不多哎，会爱狗。我是狗派，但剧里面是猫派。然后，其实伍思琪在那个剧里面是盯了一阵子，才主动送那个赵刚东西。但我的话就是直接冲。有就读本那天导演有要求我要瘦一点，然后瘦了2公斤吧，然后就不想瘦太多，瘦到4公斤，对，但还好还可以，然后练身材也是有。特别去健身房吗？还是说在家里打？有去健身房，有去健身房。哦，有去学那个金刚，就是知道学一些动作啦，就是像是帮他量戒围啊，然后从后面这样。协助他做一些视频这样。但是这个抱是要学的。对啊。老师教我的。那时候、对啊，那时候很玩。老师。金工老师。金老师是不是？我在拍戏之前还有去那个黑沃实习一天，一个下午。一个下午。我就学了意式咖啡跟手冲。他拉着奶泡，他说他要拉花，然后拉一坨白色，艺术。有一场戏是，就是在客厅，然后要互相坦白的一场戏，然后就是他在心中有个疑虑要问，但是他就有点支支吾吾不敢开口，然后最后他就逼着我，因为我也是不想开口那个，然后他就逼着我要。想说这些事情，那一场戏很难。然后我们前一天晚上去看夜景，然后还就是在一个咖啡店的桌子上，然后是有夜景的那种。然后我们在那边读本，拿着剧本在那边读，然后经过人都觉得我们超怪的。其实感觉有一种安全感，就是有一种好像是同类的。你觉得杰恩跟你同类人吗？伟哥，不是，他感觉很闷骚，他很闷骚，闷骚，他真的很闷骚，是吧？对啊，然后后来我们就约出来很多次啊，然后就是有比较好一点，对，相处过后会有比较好一点，就是他会纠结一些很小的事情，比如说，比如说什么啊？有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，然后他在纠结那个是那个餐具嘛，就是道具没有准备好，很慌张，因为我不知道，他就说大家可以做些什么事情，那个水，然后一直问，他一直跳针。所以韦博士只要东西你觉得没有准备好，你会很紧张的，对，第一印象。其实我觉得他跟戏里面那个角色蛮像的，就是有点鏘鏘的，然后做东西好像会晃东晃西什么
但其实他很认真啊。他我一开始以为我们可能私下会约不出去排练什么的，但其实每次约我会约他，然后他也会约我，都有到。嗯，认真的孩子。对。我原本很喘，但实际听上去好像还好，但要有爱啊！我尽量，我尽量那个，尽量喜欢上他。成功了吗？成功吗？有成功，但他那个很估摸那个，我真的是不行。主播这块不行，我不敢接。好了。韦伯呢？我们做的功课就是有找一些之前的一些剧啊，不管男女，然后就会互相传给对方说，我们就可以照着他们那样子，或者加一些什么东西。然后实际拍，因为那天晚上有人请吃臭豆，然后就。我就超想吃的，然后大家全部人都有吃，他就死不让我吃。我说你不准吃。对，所以我那天少吃了一份臭豆腐，拍完就也蛮晚的，所以也没了。那你要补人家一份臭豆腐？对，你要欠我一份臭豆腐。好，带你吃中立而家，好，超好吃。魔法，他真的剪的这个头真的是很好看。不好看吗？好看啊，好看啊。然后眉毛，拍吻戏的时候就看他的眉毛，嘴唇也不错。对，都集中在头这块。对，其他就就都不错，都不错，有在练。眼睛吧，他眼睛很大，然后很双，然后嘴唇蛮软的。然后皮肤白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。我觉得这部戏的看点就是我们两组 CP 在剧中都有遇到一些困难的点，然后大家可以看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些重重关卡，然后最后走到在一起，或是那个还蛮有趣的。我觉得是一个蛮轻松的。爱情喜剧，然后还要加一些金光的元素，我觉得蛮酷的，就是一些戒指啊，像金属缠绕的一些饰品，我觉得像如果没有接触的话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叫金属缠绕，然后还有一些专有名词，就觉得就是这部戏的一个很大的看点，请大家一定要收看《约定来度》哦。我们要比爱心，因为你要比有吗？请大家一定要收看《约定来度》哦。